看看新闻网。那说到有中国好闺蜜之称的唐嫣呢，最近出现在了海南三亚啊。虽然关于杨幂怀孕的话题依旧是非常的火热，但是现在对于唐嫣来说呢，可能闺蜜已经要排到第二位了，因为现在她可是另一个人的小粉丝了。她很好，依然很少女。作为中国好闺蜜的最佳代言人，杨幂的名字和唐嫣总是形影不离。如今好姐妹生产在即，唐嫣更是走哪儿都要报备下闺蜜的怀孕秘事，说一吃吃十几天披萨，一听一吃吃十几天连吃十几天烤鸭，这种她现在准妈妈的这种喜悦已经超过了她生理上的反应吧。虽说有情无价，但是这阵子有个人比杨幂更让唐嫣牵挂的。前几天粉丝会我很想去吧，但是昨天他到上海，然后我来这儿了。一天之差，唐嫣跟金秀贤擦肩而过。不过身为同行，将来能够合作一把也不是不可能嘛。最想合作的女演员，因为很多女演员想跟她演吻戏。啊，정말이유가그거예요，谢谢。我没有想要跟她拍吻戏，我觉得我能跟她合作已经会蛮开心的了。吻戏这种反而还是不要了，因为万一就是吻得不好，还蛮尴尬的。虽然合作事宜现在八字还没有一篇，但是来自《清新的你》翻拍的消息可已经越演越烈。包括唐嫣在内的新粉们心中，有没有最适合的男女主角人选呢？千颂伊，我觉得范冰冰还蛮适合的。都敏俊的话，暂时还没有人选。